这个玉米，我吃它让我联想到了敦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我好像在敦煌漫步，就是感觉它很有故事，很有内涵，你把故事讲出来，讲给。就有点像那种西天取经的一种概念，就吃，我吃出来了，师徒四人的不容易。真的很，那我来尝一下这个柿子的品格。嗯，现在我好像在那个新疆的那个胡杨林，然后是那种秋天，然后树叶都黄了，然后那种秋高气爽，但是很暖和也不冷，然后周围非常的空旷，让人心旷神怡，就觉得此刻就是永恒的那种感觉。然后，他的品格呢，把它连接上。然后这一口又像在月球，然后穿那个宇航服，然后在那个，在那个什么空间站外面在漂浮，走，很爽，可以俯瞰地球。然后他的品格，我们再连接一下。她像是一个中年女子，然后那种非常热情，很会做饭，天天就喜欢在锅台上忙来忙去，那样子，然后也很会照顾小朋友的那种，哇，然后她好像那个女子，她还在邀请我吃晚饭呢。可好？